你家里有菜花查某囡仔，头路凊彩找着有啊，无差啦。先生，你老实甲我讲，迄天无去食饭，是毋是阁互你妈妈个臭头？无啊，哪有？若是无，你是先煞一见面就讲啥代志啊？哎呦，我讲无就无啦。阿英讲，阮爸本来甲我讲，你可能有代志会看我来。 所以，阮今仔七点外就开始食，然后敲电话就时阵，阮妈七电话哦。迄是因为伊超过伊发脾气，我看。啊，因为大家又新妇食饭，去互放婚照，伊感觉真无面子。像是领导新妇啊，而且我毋是故意的。我拢知啦，所以阮妈嘛无生气啊。啊，毋过我感觉，为了表示你的风度。 你敢明天去阮家回去请示咧？我无做唔对代志，先怎回事咧？是毋是你妈的意思？天总，其实你唔免为着我的代志，一天到甲你妈闹意见。我已经伫咧找大个所在啊，我会搬去恁家的。啊，万一我若是搬出去？ 你敢愿意收留我？当然袂用的啊，无名无分，哪会当大受贿？哎呀，简单啊，咱若是结婚哦，咱就要名正言顺大受贿啊。三年，我不信，结婚是咱两人的代志，我妈反对，我不要。啊，不过，我妈这过身。 我无迄个心情，阁花一点仔时间，等我找着住的所在，甲稳定的头路，甲心情整理好势，我一定为着你，好好处理甲你妈之间的问题，好不好？苏大姐。 喂，阿公哦，夏，好，我是逛过。三林，我公公婷婷已经失踪一天一暝啊，我即马随叫阿公一道。好，你紧去。拜拜。甘文英麻烦你，你若是有看到婷婷哦，请你敲一个电话给阮。多谢哦。少婷，安怎？ 有消息无？婷婷的电话簿啊，我会第一个看到上尾一个，你无人看到婷婷啊？哎，有这，啊，所以婷婷有敲电话倒来。啊，你嘛无找到婷婷哦？啊，不过我去警察局报案啦，有关区的讲话顺路的时阵，要倒注意啦。婷婷是无想要去住院哦，才会离家出走啦。啊，伊即摆的人伊这么无清楚，万一去拄着歹人，是要安怎？婷婷。 哎，天佐，安哥，安哥，阿公，有天天消息无？啊，无啊！哎，那离家出走了？恐惊是讲哦，惊人家送去疗养院，才会走了。那还要送去遐？哎，恁敢唔知啊？天天囡仔摕了了后，伊活动苦，伊家己关起，无想要俾恁长高休息，拢是恁造成的。今嘛，我想要送去疗养院，将大计划在恁知无？ 就是因为你带婷婷出去，让伊看到杨建志，伊的病情才会愈来愈严重。我无怪你嘞，你阁这么大声，直接是插到恶人。总共一句啊，你若是无把囡仔提掉，天经你莫袂变安尼啊！天佐，对阿金的讲话唔通安尼无大无小哦。你莫计较有外观性婷婷，婷婷破病的时阵，你是来照顾伊几工？家己过咧乱爱，哼，早就甲你的表兄妹啊放袂记啊。 回家过才提供证。相公，我照顾婷婷，你问阿公，我讲我定来孝敬你出去。等到是恁啊，家己恁关起来，不准伊出门。今嘛，我想要送伊小病医。天佐啊，无你今日来是专工来怪我甲恁安提的是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莫讲安尼乱啊，哎，天佐，阿姐啊，阿姐，恁讲安尼乱哦，对代志无什么帮助啦。天佐，你赶紧想看卖。
婷婷去倒位啊？啊，敢会去找尤建志啊？建志，我马上来找伊。安哥，卖啦！你今日讲无几句就拍伊，还是我去啦？但伊这袂愈不愈害，而且尤建志还是甲婷婷藏起来，你也无伊法度啊！你凭什么甲婷婷藏起来？兄弟，天主讲我那是有理啦。尤建志哦，对天主并无什么反应，我去就好。你那去哦，代志愈不愈复杂啦。天主，啊你进去，有啥物消息哦，赶紧打电话来。好。请问哦，婷婷，敢有来你家？婷婷，无啊。婷婷是安怎？婷婷敢无来找你？但你拢无爱和我甲婷婷见面啊，伊哪会来见我？婷婷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婷婷失踪啊！失踪？啊哪会无缘无故失踪？你昨半暝我应当走出去，到今晚才回去。你人是哪个的？哪会连婷婷失踪你都唔知啊？伊是病人咧，你到底有尽全力你要照顾无？阿明。卖这么激动啊！既然婷婷我来找你，你敢有想过，根本是恁爸把伊抓去？你卖什么贱人哦，送到阮爸遐啦！人是你王姓钱都无去啊！你卖找无人哦，在咧乌白杀贱人。早知影我就把婷婷带转来找伊照顾，得做较安全。杨建志，你卖把话讲我这么好听，婷婷今天会变安呢？你还负大部分的责任。回弟，你紧想啦！婷婷在位倒，我先去坐看卖。建志，你还是去找恁爸问看卖咧啦，无定着，伊真正知影婷婷的下落。啊！你的手是安怎啦？婷婷他们有车弄着啦，啊，炮哥为着要救伊，才有车弄着安尼。啊，有要紧无啊？啊，要紧，要紧，要紧，是去遇着呢，无啥要紧。哎，婷婷啊，你安心啊，等在遮吼，啊，迄个阿伯保护你吼，千万唔通阁乌白乱走啊，知无？啊？是啦，你做你放心啦，我会赶紧让你甲大炮，恁两个去办结婚做翁阿婆吼。阿姨啊，你带婷婷去吼。卡手边，卡整理你，卡去吃。好啦，婷婷啊，来来，你坐我里边。好，有你休困啊。炮哥，你阿大炮讲婷婷伊家无？姓万家，我今仔想一个办法，跟你斗相共。这天公伯也真无简单，才给我这个机会呢。我绝对要好好甲把握。讲，你怕是要安怎做？哎，这个哦，先让婷婷带他们家了吼，啊叫恁婆好好甲照顾，啊这件代志千万唔通叫伊讲出去哦，啊叫伊好好照顾未来的媳妇啊。好个，啊大家拢讲你是歹人咧，啊其实依我看来哦，都无影嘛，还佫一个善良的一面咧。当然咯，你袂记得我算以前的好人好事的代表呢。婷婷，来这样活动。免啦，我无去外口啦，身体热啦。他嘞啦，咱关了都袂赴啊。好啦好啦好啦。那真正有外方真心在照顾，阿兄阿爸四人都免一个人过日子。安尼我嘛较放心啊。正啊。
阿玉，来，坐。阿姐啦，过一阵哦，倒一杯来。我今日来是为了跑高顶座，去恁查某来弄点代志，来甲恁分析下啦。代志讲清楚就好啦，啊，无啥物分析的啦。而且这代志也毋是你俩是毋？啊，毋过哦，我愈想愈感觉心肝内袂得过。哎，无恁算看卖啦，看查某来损失偌济，算我的。免啦，这毋是钱的代志啦。你回去啊，蔡静嘛讲啦。做人哦，唔通做啊遐尔绝啦！人情留一线，你也好小看是毋？我本来想讲，我即阵去日本出差，剖腹带院动手术，会较安分啦。谁知伊一出院，就更闹代志。哎呀，是的啦。啊，莫人家假好衰啦。凡正是你伫背后塞龙插进，宝红啊，阿勇啊，唔知头唔知尾，而且吼，伊人伫日本啊，你莫怪伊啦吼。鬼才要死！伊对插进跑二三十年啊呢，因两个人两辈为奸，唔知做过偌济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你讲伊会转性啊？我才不爱信呢。宝红，你放心。你对阮阿兄那是真心的，为了阮阿兄的幸福，以后我绝对不准跑过，再来找恁的麻烦。笑死！伊若听你的话哦，都未到今麦，还阁遐尼侪条人命排你的身上。好，我今仔日是真心要来给你回信的。袂，不管你安怎讲，我永远拢袂放袂恁人错进吧。是害死阮阿姐的凶手。王啊，王啊，莫放在心内啦。王红这个人哦，有嘴无迄个心啦。啊对啦，你今仔来遮哦，会当放下过去的恩怨哦，我真欢喜啦。也毋过吼。你也是回去甲蔡静嘛管就好啦，莫叫伊哦，只敢来遮找麻烦啦。莫讲我红啦，到时连我都无法度看你的面子放伊过啊。阿爷，即摆跑过身体不比以前，虽然已经动过手术啦，也毋过医生讲伊肝癌，随时拢有可能复发。我嘛希望伊会当想下洗手，加做一寡功德啊。希望真正是安尼啦。阿爷，我看吴红是真心对你好的哦，你也好好把握咯。但以后代志谁知影啦？怕哥敢会听我的话？若真正安尼，搁不落去。日子是会愈来愈艰苦过。阿姨，阿明啊，你来。阿姨，阮爸呢？我这两天嘛拢无看到伊的人。我出国，伊就无安分啊，叫人去查看了弄掉。讲伊两句啊，可能甲我过去眯起来啊。阿明啊，坐啊。阿姨，婷婷失踪啊，我四界拢找无伊的人。之前爸有讲要抱婷婷啊，我是怀疑哦。唔会啦，恁爸嘛知影你甲婷婷的感情啊。搁再安怎讲，爸哥嘛无可能去伤害婷婷啊。不过我该找的所在拢找过啊，拢无伊的消息啦。嘛是安怎？啊？你是咧讲啥？看恁个气氛敢若无啥好呢？嗯？
豪哥，我问你，婷婷失踪啊，你敢知影？婷婷失踪，这就会靠单啊，我哪会知啦？我警告你哦，你去弄人的店，我会用赔钱。你若是去犯了绑票这条，我是无在条听你哦。无当这话是啥物情形啊？听你这种口气，袂输敢若讲婷婷失踪跟我有关系咧哦？啊，大炮诶，啊你是甲恁阿姨讲啥？这婷婷失踪，我知影你真烦恼。你应该去找白目子来讨人呢，哪会牵拖到我家来啊？哈，爸，婷婷即马精神状况真无稳定，伊需要照时间食药啊。啊，若无，伊病情愈来愈严重。我拜托你，赶紧把婷婷放出来好。我蔡进跑伫恁的心目中，敢真正遐尼粗残少？嗯，一个是阮某，一个是我的囝，竟然无要相信我讲的话。啊，既然无要相信，安尼我就无需要再解释啊嘛吼，你讲是毋是安尼？稍等嘞，阁有啥物贵事啊？豪哥，以后我不准你再去找阮阿兄甲外行的麻烦，你着永远拢莫转来。即摆你讲啥麻烦，你阁讲一遍啊？我讲不准你再找阮阿兄甲外行的麻烦。你咧骗笑的，我的命甲我的事业，险啊叫伊个小查某收去哦！你竟然叫我莫去找伊麻烦，你是我蔡进跑的某呢？你讲这种话敢对？我唔管啊！非你若是我知影你搁共乱，以后我就不准你踏入这大门一脚步。莫转来就莫转来，那个稀罕哟！恁爸即摆随离开，莫讲在要食你一碗饭，到了袂输给欠你几世人。我白乱来，什么东西嘛？大伯，你的生日敢若要到哦？等你生日一到哦，爸爸打算要送你一个大礼，不需要。这个礼物就死到你就知了吼，先莫讲早。无啊，阿无回来啦，天佐，阿你那边拢无消息了。不然就紧哦，搁斟酌找看卖哈。哦，少年，少年，你休困，你去创啥啦？我要去找婷婷。你看，你阿姐面啊，青顺顺啊，你要找啥啦？来休困。爸，你莫阻挡我，我要去找我的查囝。阿婷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嘛无想要话，你让我出去找婷婷。你别遐紧张啦，都兴趣在外口咧找啊你。你让我去啦，爸。无啦，你啊你袂用啦，你休困了啦。少林啊，少林啊，少林！少林，医生讲话，你得去病院帮我检查一下。我无爱啦，我要留伫厝。现在已经失踪了，啊！万一你若搁倒了，你是叫我一个人要安怎？爸嘞，路上你先出。少林啊，先等下你出来看。你来创啥？来看孙？少林，先等下你出来是好意来看，你哪来讲？婷婷失踪的代志哦，伊若无着斗相共，啊早就着闹啥意义啊？兄弟，你哪安尼讲啊？啊，总共嘛是哦，家己的兄弟姊妹，啊来关心一下煞袂用的。少林，啊你敢有叫医生看？敢卖我伫破下病，今日留一张名片，互你好好静养。对吼，啊破下病是你的，我入去断，怪可怜欢呼啊。少林啊！啊！你都在破病啊，讲这话啊，搁安尼口口碎碎，要创？爸，我是无想要欠伊面人情啊，卡片讲念一世人。秀姐，阮过来是真正要看嘛，有啥物所在需要斗相共的。要斗相共，好啊。啊，婷婷起码人伫倒位。我唔知啊，要唔我们先斗相共找看卖啊。免，既然你唔知啊，婷婷伫倒位，就免伫遮虚情假意啦。我无想要看到你，请你回去。
是种小可代志，搁气歹身体。那是安尼哦，阿爷哦，伊是加看笑话。看到因哦，我就一巴肚火啊。安尼哦，咱就应该更加坚强啊！啊，你的病赶紧好起，啊，咱嘛赶紧甲婷婷找着。安尼哦，咱就会当恢复甲以前同款，好好过日。我嘛希望安尼啊，啊，不过你嘛听医生讲，我的病情并不乐观，我惊我这個病哦，就是无救啊。那当讲这种遐稀奇的话啦，啊，即卖医药遐尼发达，只要你听医生的话，好好吃药，绝对无问题啦。信姐啊，我感觉我的病愈来愈严重，这拢是婷公病在听话我，你怪我，无应该安尼对待婷婷，无应该把婷婷囡仔贴掉，啊，婷婷今日安尼，拢是我害的，是我做一件。做啊！即摆后悔有啥路用啊？而且啊，咱的出发点不是私心嘞，是真正为着婷婷好。你讲了无唔对，啊，不过我害死的是一条人命，无得甲婷公赔，爱用我这条命来赔。好啦，莫阁讲这种话啦，只要你病赶紧好起来，一切都无问题啦。小妹，啊，你来个参观看卖，你看这间厝水无？哎，奇怪，嗯，赞哦。嗯，好啦，哎，新厝当然嘛赞。嗯嗯嗯，难讲真正啦。哎，你是唔是来去冤家啊？还是要搬出来好大？无唔对啦，我是甲阿姨来冤家，要唔过这间新厝哦。我唔是要学家己大哦。嗯，太大，我不要上大呀。哈哈哈！来来，谁有得讲？谁有得讲？我这间新厝是打算要大炮个天天做因的新房。哦哦，真，我拢已经想好啊。咱大炮三十岁生日的迄天，我就甲天天打扮做新娘，啊，替因安尼欢欢喜喜办一场真正样的婚礼。哎，青梅啊，这回我终身恭喜哦，会当做主婚人啊！会当安尼光明正大坐大位啊！你讲是不是安尼？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好哥啊，你今仔个安大炮安尼跳命命嘞，各项代志有伊在想。我跟他讲，大炮嘛是我的后生，我当然嘛是个当作不共款。虽然讲遐尼恶劣，对不？嗯，对啊对啊。那时阵哦，伊就会知影讲我这个老爸苦心嘛啦。会啦，大炮也了解啦。伊若知影吼，你每一项代志拢替传到遮尔啊周到吼，一定真欢喜的。是够伊就知影讲我到底对有偌好啊！哦，嗯，对对对。咱即马拢卖讲遮，咱即马先来研究着这个外行的代志，看要来对付伊，这较重要。哦，是讲炮哥啊，我两个代志即马阿水也咧插手呢，看你连麦去有种代志吼，含说含乱讲，含无欢喜啦。那你是咧惊伊啊？我即马真有钱嘞，阿舅，我确实讲唔跳出来斗，才讲无要紧，咱家己来瞧，吼，是袂？你听好啊，为今来开始哦，二四小时甲这个外行甲定掉的。嗯，好，我知，我想做。阿爸呀，虽然讲你嘴咧讲对我真袂爽，哦，无介意我这个老爸，要唔过我敲电话予你，你嘛是真乖呢哦。陪我出来饮咖啡，就表示讲你的心内靠我这个老爸，对不？只要你想要出来，我拢来陪你啊。特别你用遐时间去害人，是袂？嘿，你来看这个大炮，啊，明明心内靠我，啊，是安怎讲话都袂当讲我较好听，把我这个老爸安尼小爽一下啊。豪哥啊，大炮哦，可能是因为哦，天天失踪哦，心情无好啊。即个讲话较歹听，你就莫甲伊计较啦。青姐，你认识阿婷婷失踪的代志？对啊，这件代志我甲讲的，阿婷婷失踪的代志，天大地大的代志，就是谁也不知。嗯，爸，你老实讲，婷婷到底是不是你掠去的？没有。我是恁老爸咧，我讲的话是安怎，你会唔相信啊？无我打掠婷婷是要创啥？啊，舅舅，阮爸讲的甲问啊。
我是恁老爸呢，无敢讲我蔡进宝讲的话，你都唔相信。你要我相信的样子啊？你就抓，你若敢就抓，我就敢相信你的话。那就抓就就抓，咱都惊你哦。我当天就抓，卡叔讲我若强逼天天甲白走，我绝对袂有好结尾，也袂好事，安尼好无？这个天天是乖乖对我走的，我也无放伊，也无抓伊，免得死，也死袂着我。安怎？我等于当天就抓你，讲唔相信啊？大炮，你做你放心啦，这个天庭啊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有贵人相助，我保证绝对无代志，安尼好无啊？既然你都唔知道你倒位啊，啥你阁有法度保证？奇怪呢，你真爱找我的麻烦呢哈？啊，算唔知我安尼讲嘛是为着要安你的心，我处处拢为你设想哦。啊你，啊我是有倒位咧唔对啦哈？我无需要你对我这么好啦，只要你莫去害人哦，我就真感恩啊。啊好啦好啦，莫阁讲遐有诶无诶啦。总共一句，你是我蔡进宝的后生，你若好，我就拢好啦。好不好？然后你是你三十岁的生日了，我有跟你讲过，要送你一份大礼，会记得未？嗯，大炮呀，这份大礼哦，保证你看到一定足介意的。我冇讲过啊，无需要。我今麦还未找到天庭，我哪有心情过什么生日？你的话哦，唔通讲伤早哦。是讲你若看到这個大礼，我保证你绝对会嘴笑目笑哦啊。你若真是要给我大礼哦。你就把我进前花予你的钱，拢吐出来。你要叫我提钱，予你去补这个白目钱，你求伊，食个饱的脑髓。安尼就无啥物好讲了。我要故意解决先机电子的代志，你慢慢来讲，我先走。来，等。你给我听清楚哦吼，我无可能会提半仙钱予你去救白目钱啊，有听无？就算我无用你的钱哦，我嘛办法解决。你相信你再试看卖。哎呦，你甲看这个癌死囡仔，伊拢无了解讲这个社会是钱的做人，无钱你想要救白目子啊？食个歹，后死人啦！请我泡茶。这袂记，这咖啡店，啉咖啡。靠来，我打。气死，因为唔甲。咖啡慢慢啉嘛，打。王丹。杨建杰，你来不中啊？王导，是安尼啦。今日我是来跟你谈一笔交易。交易？是不是蔡进宝，佮准备要出什么招啊？王导，你放心啦，我今日来绝对无任何歹意，而且嘛，佮阮爸无任何关系。我对你的交易无甚物兴趣，也无期待就是。点个走？假设讲这笔交易，明天叫恁小弟的公司，你嘛无兴趣啊？先机电子哦，即卖状况，我看了其实一定倒的。靠是天庭爸爸，一定爱让你来管。刚讲你拢无愿意甲斗相共。你那雄雄这么关心性情，伊今日行到这种地步，敢毋是厉害？你的心肝底到底是在想啥？我心内所想的，就是我今麦所讲的。我要救王胜志，我嘛要救伊的公司。我知影过去我做了唔对，我想要赎罪。既然你有迄心，哪里有去做啊？过来就要创啊！虽然我知影哪做，我嘛有方法，不过我就是无钱啊，无资金挽救，真一点仔机会拢无啊！今麦连我也要甲拖落水。王导，我用去找别人啊。啊，不过我知影你绝对袂对你小弟见死不救的啊。只要你肯投资，就是双赢啊。虽然今麦王胜志被起诉，啊，不过只要公司恢复营运，有赚到钱，投资者若摕到赔偿，王胜志就袂用判重刑啊。安尼伊就有机会反省，佮重新再起啊。不过。若要挽救生机，是需要真大一笔资金的。你把它当作是你的投资，
你绝对袂吃亏的啦。圣基电子今麦遐生产的产品哦，都是你的专利啊。我想无人比你搁较了解这产品的市场啊，甲利润。你用甲今麦行销通路做结合，我想哦，也一定会用创造搁较大的商机啊。这个少年人的眼光，竟然甲我同款，忘不掉。但是甲专利摕倒转来，以我天生的实力，绝对用去比圣基开发出搁较大的市场。坐啦。王总，我知你即马受烦恼，是公司接手以后，内部的经营啊，甲人事安排才复杂的问题。我唔对，要接手一间破产的公司，若只是提出一笔资金，遐尔简单，圣基电子早就已经有人接手去。这你放心啦，圣基电子顶顶下下哦，所有代志无人比我搁较清楚。只要你肯接受，我绝对愿意无条件帮忙，一直到公司营运正常、人事安定落来为止。啊，搁有，我嘛会说服阮阿姨哦，来甲你斗相共。你是讲阿娇啊？我唔相信。我知恁两已经是死对头啦。啊，不过阮阿姨哦，对阮爸今嘛有真侪代志拢真细心，而且伊搁真疼我。我相信只要我出面哦。一定会用伊地位的关系来给你真侪方便的。但是你即马所讲的话会当实现，迄当然是真好啊。我只是惊你是空嘴无舌，私下底我会较这边啊，拉我一刀。王大，我即马确实袂用给你任何保证，啊，不过我先讲，我是真心的，我一定讲会到，做到到。我考虑看卖啊。王大，我等你消息。你想啥？今日尤建志又来公司找我。伊找你要创啥？伊希望我救圣基。他还讲是对还是唔对啊？进公司是去学舞蹈的，伊今晚等到爱你去救。伊是有啥物目的？伊的意思是讲哦，会当救这间公司，为了公司的股东权益受到保障，来减轻圣基的影响。伊讲伊的目的是为了要赎罪。你敢相信伊讲的话？我认为伊分析了真有道理。假使在这时阵，咱会当顺利接受圣基电子，虽然付一大笔钱，也不过对咱天成以后发展确实有真大帮助。我讲美嘉就伫遮，你敢确定会当顺利接手？伊讲伊的无条件跟斗相共，啊，阿娇迄边伊会听阿去安达。只要解决圣基的债务，对圣基的关系就较有利啊！你真的相信尤建志的话？对主，我真正想要试看卖，这对圣基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假使圣基他真正叫我拐十年啊，我看伊到早早晚会散。想要叫你小弟，我无意见。我只是想要提醒你，尤建志这个人爱较细腻的，性子已经回不过这尔凄惨嘛，唔通哦，到尾两家拢败在伊的手头。我知啦。梦到林台长跟我讨命，素玲，那你讲什么讲话？台长也不是你害死啊，伊哪会找你讨命？好啦，无要紧，那是你面盲，莫放在心内。
那安尼啊，我搁看到婷婷甲林大中做伙。好啦好啦，卖哭卖哭。阿姐，婷婷本来就是大中的查某囝，啊，你就算我梦到甲伊做伙，也是安怎？啊，你唔知影，大中已经死啊。婷婷若甲伊做伙，无得卡就是要甲伊带走，我惊就是歹结掉。莫迪卡已经死啊！嗯，呸，我白讲啊。婷婷哦，即马真平安滴，无安怎啦？啊，不过我哪会去梦到啦？你放心啦，这人咪讲这现实哦，甲梦是颠倒摆。啊，你既然这是歹梦哦，就表示讲哦，咱婷婷即马一定好好活着的，咱一定会找到伊啊。无唔对啦，无唔对啦，素玲啊，你莫乌白想就好啊啦。对啦，恁讲的拢对，婷婷一定无代志。天上圣庙，神女罗素林想要请示一下，最近厝内是非不断，唔知当时才会当解决。我的查某囝病情阁愈来愈严重，我真正烦恼，伊已经出代志啊！即摆人伫倒位，这圣庙只是我一条明路。我一条命路。多谢信表，多谢。一见家人便喜欢，随地气候有多关，人情冷暖均修雅。立下阴地，行路难。哈哈笑。信表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请你顶保庇婷婷平安无代志，有啥物罪恶，拢找我来报应，莫让婷婷来承担。请你会帮助我找到婷婷，我甘愿即块烧，嘛替你拍金身。请你顶保庇婷婷平安无代志，我拜托。你给他看一下，顺利顺利，顺利顺利。你告诉那陈丽丽不一样，我看你这么年，我的仔啊，一定不会。一个人啊，有心超过三个月。有灵啊！所以啊，你这孙啊，参你离开了，怎唔甘愿呢？啊，阮翁的事业会顺利无？不顺不利啊！哎，你看，这个利呢，有多利病；这个顺呢，看起来无多利病。两支刀甲一个人捏做伙，你想看嘛？阿玲要来顺利啊！这个人若无死嘛，半条命呢。你看，这个背，这个孙女有一个背字边，这个背啊，就是钱的意思。另外这边呢，搁有一个川，川的意思就是讲川河啊，就有水啦。压你一寡钱的，搁有水流流了啊。哈，最后就是空手望一场。阿哥，这个你。是狐狸病，这个狐狸就是牛啊！哦，做田人啊，上惊最大罪，就是讲你有钱也无福气，一夜之间呐，你的田粮储得那叫大罪老老了，最后什么也都无啊！你猜？不是我去了了。为什么今仔日的病情遐凄惨？你猜？安来。下面你听我讲，你听好，也你唔通参我辩解。
你若变伊赢我，你也袂变伊本性。这个狐狸，李林那边一边狐狸，这个狐狸啊，就是黄啊，人咧破产的黄啊，你听，伊黄啊那大产就是变成稻啊，啊稻啊伊会发色啊出来，就是代表手足兄弟，也哩家己无代无志，拿这个稻啊去挂起来，所以你今仔家庭才会变成遐凄惨。就是你亏心思做伤多，害到兄弟姊妹啊！今仔日啦，报应在报应在你查某囝身上，你知无？我无。你讲，你搁甲我咧编啦？你免甲我编啦！以后你去甲圣王爷编了。你乌白讲，我无爱信啊！等下，这还过一张签字，你也袂编嘞？我免费甲你变，坐。一见佳人便喜欢，水滴去笑又多半。人情冷暖均休也，日食应知行路难。家人就是少年查某囡仔意思，你要找恁查某囝了。啊，天愈冷，心愈坚定，阮来过。